评马人 CP 提供全方位赛马资讯，马主 Gary 大爆马房内幕消息，玄学家卢法亨用术数预计赛果，动物全心思 Dorothy 同马仔倾偈知胜算，赛马日同大家一齐赢到开晒壳。讲翻第四场嘅心赛，咁我头先都讲啦，胡超君曹上次其实都赢得好 easy， 咁今次二档马房仲要追数，都系用翻嗰个跑法摆喺前面走嘅，咁啊睇下走得几多啦，咁样咁啊。反而彈頭啦，另外富古八斗上次就後備補出，咁又排個外檔，咁啊衝翻上嚟有勢，今次一檔完全兩回事，咁啊咁本身又呢只馬好準成喺個路程嗰度，咁啊另外隻銀河飛馬啦，呢啲馬就可以忍埋爆到一段嘅，隨時可以贏都得添嘅呢啲馬，咁啊另外隻日新月柱啦，咁啊前一場初出可以後上衝翻上嚟，咁呢啲馬就依場嘅冷門啦，有機會咧轉過嚟谷草咧就可以即係一網打盡，咁所以都攬埋呢只十零倍嘅馬咁樣咯，咁啊呢場就係二拖四九六咁樣嘅。過埋，一九過埋，過 win 九九頂啦，好嘅。仲有隻富高白豆三匹馬咧，今日好似睇個勢，銀河飛馬過嘅，但係有啲外閃。打破传统，讲马唔一定系咁嘅。集专业分析、玄学占卜、内幕消息、动物全心嘅崭新赛马节目，赢到开晒行，贴士频频中，彩金密密收。逢夜晚七点半开始直播，同你一齐听，一齐赢。立即到 mnpun.com 登记啦！